哦，菜鸟不能进的跑酷。我非常的好奇，为什么这种图总是能从兔八哥这儿开出来？菜鸟不进。八哥，那你进来干啥？哎呦我的妈！这么多人积极的很呐。跑酷不积极，脑壳有问题。兄弟们，拿第一再说。啊，这好多宝贝呀、啊，你们都不拿吗？那你赶紧多拿点，兔八哥啊，千万别过来，多拿点儿。哎，这个地图怎么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哦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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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嘿，走！哎，这是从哪儿走了，小雨？哎呀，来人呀！臭不要脸的小雨，作弊了！哎，啊，谁打我？狗小莫要打打架是不？来两下！来呀，来就来，先怕谁呀？来呀！来我！哈哈，狗小莫！兄弟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刚刚我们成功的执行了正义，击败了一个作弊者。哎，拜拜！哈哈，小莫，要不要我等等你呀？嗯，哎，小莫，小雨，你跟谁俩？啊哈，跟默默。嘿、哎，默默先走了。笑了，给我笑了。哎，好气！哎，跑酷不积极，还想着搁这儿嘲讽，你有这个实力吗？九，哎，加快速度，小雨狗狗呢？哎呦，追上来了，快九！啾！砰！哇呼！呀、yeah, ，前面这个跑酷不简单，兄弟们要稳住脚步，来个超级远跳，超级远跳！哇哇，小心，不要踩四个角有方块。哎，过来嘞！小莫，这谁呀、啊？一天天搁在后边勾环，你叫啥叫？我的跑的菜，来，这一关数值关卡有点学问，小伙伴们睁大眼睛仔细学。我们先找好它的安全位置，不要急。哎，等等数值，你看差一点被割下去。没事，这下跳过来，看看左边有没有陷阱，没有，继续往过跳。哎，太简单了，小伙伴们。哇，这是啥呀？一跳大河波浪宽。哇这好大的阻力啊，小伙伴们，好大的阻力啊，我丢，哇，这一关不是给人过的呀，兄弟们。哦，重点近在咫尺，我却被困在这里。一跳大河，哎呦，我波浪，哎呀妈呀，保存成功了，小伙伴们，来，咱们往下掉。哇，这个阻力好大，他要往九关我。哦，兄弟们，哇，赶紧保存后边最后一排，保存，不要往九卷我。哦，有毒，兄弟们。好，接下来又到了坑他们的时间了，兄弟们。咦，这个吗？咦，你别教我，你别教我。你肢体拆关，我教你呢。地瓜妹妹，你别叫我。加油，地瓜，加油！哎呦喂！哎呦喂，这个大菜狗！别说话呀！地瓜，我给你变个魔术。地瓜，小雨姐姐，地瓜，你们俩过来，我给你们俩变个魔术。哎，你们俩看，你们到这儿，你们到这儿看我，你们看我。看我，然后呢？没意思，你没拿第一，肯定没意思，菜狗。菜鸟不能进去跑酷，小伙伴们，你们能忍吗？还小雨家主半仙等，全都过不了这跑酷。哎呀妈呀，好久没有见过这么猖狂的人了。咱们整活歌，把整活的小音乐放起来啊。
没这么不带，多摔几次后边就不摔了，知道了吧？这个叫啥？这个叫蝴蝶效应。哎，蝴蝶效应，哎，这次就不会掉了，你看。哎，知道什么了吧？走。哎，这关怎么教你们的小伙伴们？哎，现在上边走，不卡了咱再跳。哎，就是这个家伙愁眉苦脸的，咱们过去看看他。哎呦，我看到他了。哎，我看到他了。这个第一名不是马上就要到手了吗？啊，小伙伴，不管他啊，咱从这儿走。哎呀妈呀，不行，这儿挡着，先跳到门上。哎，在这个，哎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方法。不要急，知道吧？任何时候要寻找方法。哎，真是的，麦是默默。哎，这不第一名青青叔叔就到手。哎呀，是跑反了啊！瞅这边，这不第一名青青叔叔就到手了吗？小伙伴们，是不是非常的强呢？是不是学到了呢？来，把学到打在公屏上。哎，这个叫什么？哎呀，哎呀，话说这个怎么跑？不行，我们还是跑中间啊。真正的强者自然是要走不寻常的路。哎呦，我丢！吓我一跳！哎呦，我们小心一点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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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慌了，太慌，太慌张！不要太慌张，不要太慌张！哎，就！哎呦妈呀，我妈呀，吓我一跳！我啊，这下第一名不就我的了啊？嗯。我快走！哎哎，咋了？